当感谢评审委员对十三行博物馆建筑的肯定，使我们荣获本届国家建筑金奖文化教育类金狮奖的肯定。那博物馆的建筑，它是以清水混凝土、砂岩以及老化的金属板为主要的材质，那它分别代表了山与海、过去和现在，以及先民渡海来台的一些理念。博物馆现在是免费参观的，欢迎大家有空来亲近博物馆，谢谢大家。